要怪手因为表的，火箭是这样发射的，是啊、哦。它是这样子直直的这样直直的，然后发射，慢慢的，然后这样发射。砰！会爆炸吗？没事，不要，太激动了，火箭发射，不不不不。然后遇到阿公再拜拜，砰！你没有教皮卡丘看外太空。那你再等我说一次。好啊，就是火箭要发射的时候就这样，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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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，然后刚好遇到吴欣怡在下面拜拜，砰！然后你的屁股就喷火了、然后就像刚刚那个人一样。刚刚那个人就质疑了。我们在讲这个故事，是讲那个外太空的故事。你看，它会变成，你看哦，它这个会变成很多个哦，会发射上去，然后旁边这个蜡笔会掉下来。那个很像蜡笔耶。